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乳液这件事情。嗯，因为现在的乳液很多都会带一些香味。嗯，那那个香味就会让你一整天的感觉都很不一样。嗯，比如说像我就会自己帮我自己准备，比如小苍兰的。哦，你看它连盒子都很舒压，它就是这种味道，就会让我觉得说我不用刻意的喷香水。但它会蛮自然的，而且它很润水的，对对对，它很润，而且它是黏黏，一抹就化开哦。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我朋友呢，照相片给我看，我说我要买，他说打火机跟香烟、雪茄、锁头，他说你都不知道什么东西，你就要买。欢迎光临今天的女人我最大，今天朋友都香香的甜甜的哦，你就觉得充满了幸福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你来看看镜头一扫都好漂亮好可爱呀，这些美都是属于我的妹妹们。这些妹妹们吗，为什么嫁人了哎呦就生小孩了还可以保持她们特有的那种甜甜香香的感觉呢？要好好的来分享一下给这些姐姐以及大叔们，我们可不可以加入你们呢？那就要问专家了，我们呢跟着他们学会越学越糟糕啊，会不会呢？明川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明川。有叶乐师大家好。这一组啊，这一组是越学越糟糕，越学越糟糕，我们也是香香的、哦、我们也是香香的、哦、香香不同的咖啡香，好自然的香，整个赛蒙只有我们两个有共鸣而已。对对对，而且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种精致生活。哎呦，对不对？你们有你们的精品，我们有属于我们的，真的。而且你们再精致，都不会随身有一个按摩的吧？没错，打背当郎按摩师，对哈，而且长得又帅，真的可以随时到府服务。还有其他服务要加钱吗？对啊，其他有吗？有吗？手工咖啡就是要加钱，当然啊。哎，我今天把那个就是哎这个那个磨豆机啦，然后还有这个冲泡的啊。啊，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可以点一杯咖啡吗？可以。哦啊，请问要等多久？我因为我车等一下就来了。你有五到十分钟的时间吗？五到十分钟，快一点哦。快一点是不是？嗯，那可以。哦，对，我去便利商店。赶快要边做边讲啊！我只是要分享大家，就是很好奇我的这一些咖啡设备跟给息的。那其实这些就是我个人是蛮讲究的，因为它我除了可以在家里泡之外，我可以在这个户外泡，因为这些东西呢，它就是户外的，可以耐摔的。好了，我就示范给你们看嘛，就是我会就是这样慢慢的哦，把豆子好像在拌香蕉酒，咖啡豆放进去，小朋友应该很喜欢。所以你们也有你们的香，我们也有男人的香哦，谢谢磨，够不到，老花了哈。哦，我再要磨几下，要磨几下，其实很快，现在的磨豆机都做得非常好，没声音了。哦，没声音代表好了，没声音是磨好了。哦，哎，那个豆子的香味已经出来了。对，哦，怎么了？认真很香，真的吗？认真很香。你看你们以前那个试用手，超香。你先倒，我们闻杯子就好。青梅姐，你只要他边做边讲，他没办法一心，他没办法停下来。对，然后就开始有没有？要冲。热水已经加进去了，就可以稍微小冲。先让它闷蒸一下，绕圈圈。那个闷蒸呢，就是先让它原本里面的气体先排出来。怎么会有什么气体？气体。它在磨的时候，当然它有原本气体。你可以边动作边讲，不能一心二用。不是，我要跟各位讲哦，手冲一定要停。哦。闷蒸就是要等30秒。我在家都没有停哎。不行，要停要停。哦。停一下，停多久？停一下，你在第二次注水跟第三次注水各是100cc 上下。哦。第二次100cc， 第三次也100cc， 前面闷蒸大概20-30，嗯，然后看你要不要第四次，来啊，谁要先试试看？这个是我喝过了，有人要试试看吗？很香，很香，我喝过了，小小一杯而已啦，因为这个粉末刚才真的是真的很香，真的很香。而且有一个特别的奶味哈，有，然后它有夏季水果酸的味道，酸酸是不是坏掉了？没有没有，喝下去在口齿里面是流香的。浅焙的这个咖啡豆都会带一点微酸，因为它会有层次的变化。如果是重烘焙，它就是一个味道到底。哦，那浅烘焙它其实比较喝得到新鲜的咖啡豆，它有时候也会带一点水果香、花香之类的，然后一点微酸，有一点果香，又有一点酸酸，然后在口齿又流香的感觉。哇。
哇，比 Seven 好，现在还有吃播主，吃播主就很会讲高干的。好，好了，我今天已经休业了，我要关门。关门，一天就一杯，每天我们顾客很多哎，而且我已经肩膀有点酸了。好，我们先来看看那私家有什么哦。加油！好，我觉得假掰的仪式感这是一定要有的，就是要让自己很忙碌，因为有时候这也是种放空的阶段，尤其当了妈妈以后，很容易会因为小孩子的关系，很多东西都会被压缩，甚至会打折扣。比如说，可能那个时候我女儿刚生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好好的洗个澡跟吃个饭，你可能就是一阵慌乱之中，可能小孩都去睡着了，然后你才发现说，哎，今天好像没吃什么东西。可是现在小孩子比较大了，你就会觉得说他已经可以沟通了，他可以等。他可以知道妈妈现在在忙，然后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会想要把这些仪式感再拉回来。对，那我觉得女生很重要，就是在洗澡的这个阶段，它不是只是像男生觉得洗澡而已，它是我们的一个疗程。比如说我今天选什么香味的洗发精，什么功能的，然后到洗完，就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乳液这件事情。因为现在的乳液很多都会带一些香味，那个香味就会让你一整天的感觉都很不一样。比如说像我就会自己帮我自己准备，比如小苍兰的，你看它连盒子都很舒压，它就长这样。然后呢，它连罐子都很漂亮，对不对？然后重点是我很喜欢它的味道，就是你们可以试一下，就是有的人会觉得有些乳液就是会过黏，或者是那个味道如果太重，你觉得不喜欢，好香。可是它就是那种，它就是这种味道，就会让我觉得说我不用刻意的喷香水。但它会蛮自然的，而且它很润水的，对对对，它很润，而且它是黏黏一抹就化开哦，对，一抹就化开，好湿哦。所以我就说这一团来都是香香的，然后像这个的味道就是莱姆的味道，这个味道其实也很好闻，然后你们可以试试看。然后如果说你要比较侵略性，比如说你侵略性，对，今天晚上今天要攻击，今天晚上暗示，对。今天要打胜仗，对对对对对，今天晚上攻击手的话，对，试试看这个味道，玫瑰牡丹。对，它的味道就是比较有种诱惑的感觉，诱惑感，有诱惑感，对对对对，男生会喜欢，有开冷眼的感觉，有开冷眼，你最近很需要，这个最近很需要，我会兴奋的，没有，好香哦！凯西才不需要，他远远我就有闻到玫瑰了。哇，帅哥，有没有？我有，有欢哥哎，我闻到，闻到另外一半这味道，会扑上去，会兴奋，它是属于比较性感的味道。对，就是你可以去选，然后它就会有就是不同的味道这样。然后呢，那因为像我自己也是会用身体油，因为我的皮肤比较干。那我觉得油的话，台湾大家会比较怕，是因为大家会觉得油很黏腻，跟好像会有一层黏黏，然后你再去穿衣服的时候会觉得很恶心，不舒服。可是他们家的油就是很神奇，他们家的油完全不黏。而且很吸收，而且它不用多，你不用看它小小一瓶油，它只要一点点，它就很好用。都一点，对，真的，它只要一点点，因为它延展性非常，哎，对对，对不起，贵你，很贵你，对对对，不会不会，还好，它只要一点点就好，然后它很好推，完全不会黏，然后它非常好吸收，然后呢？很滋润，对不对？然后如果你用完了之后，你再搭配他们家乳液，哎呀，你会想，哎，没完呢。因为油配乳液，如果配得好，剂型是对的话，会缩水。对，那是先乳液还是先油？先油，他们家先油，然后擦乳液，然后你再擦一点点，都不用多哦。而且它的味道就是我很喜欢啊，这个味道好好闻，天然的味道，对对对对对，有种胡椒的，很赞，胡椒味，赞。然后它味道很，味道，而且你知道，就是如果，哦，这好香，茉莉花，茉莉花。然后就是你油在加上推完之后，你会发现，天哪，好像刚从 SPA 馆出来，到底要擦几次？它软软的，软软嫩嫩的，没有。然后，所以就是我很喜欢，就是油啊，然后再搭配乳液这样。可是就是我还是会有个疑问，就是虽然就是像我这样擦这么多，但因为我是干性的肌肤，所以我就很想再问老师说，我要怎么样可以？还要再抹什么？或者是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加进去可以更老师来。就是刚刚那个思佳啊，带这些乳液，我觉得都很棒，绝对是洗完澡一定要做的，因为会让你的身体呢维持一个比较润泽的状态，就不会干。对，可是。你还是说你偏干，对不对？对啊，我觉得你少了一步是什么？你没有从洗澡那件事情
就开始做保养肌肤的洗澡，洗澡，洗澡就应该要养肤了。我是等到乳液才来养，洗澡就可以保湿。洗澡我就洗，洗澡就可以保湿，而且可以让你香喷喷。哇！而且你刚刚几个味道，一二三四五，大概五种吧？哎，对，五种不同的。这个洗澡有十种味道让你洗。10种哦，够多了吧？所以你现在现场要帮他洗吗？啊，现场来洗吗？耶！我去家摇滚区，摇滚区，那我们直接来洗好了，直接洗起来。哇！哇！腿已经够美了，对不对？我跟他洗完会更美、更香、更嫩。我今天帮大家带来，就是呢，所有的年龄层都帮你顾到了。其实看瓶身，大家应该对他有点熟。这个从小用，从小用到大，对不对？朋友，老朋友。然后我拿的这一瓶就是它最经典的味道。他们出了磨砂膏。哇！就是两个步骤，洗加磨砂膏，让你呢可以呢水嫩又滚溜。这是什么 mix？ 它不是 mix， 要分开，就是两个步骤。哦，两个步骤。好啊，我先闻闻看。吃冰淇淋，它闻起来怎么样 ？Ice cream， 对，它从洗澡到它的磨砂膏。都有他们家的乳霜保湿配方，对，所以我有用这款。光是我等一下洗给大家看，然后洗这一瓶的时候，你会很像在洗乳霜面膜。哇哦！然后洗这个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你像那个吃冰淇淋。真假的？不相信。那思佳可以帮我再挤一下质地给大家看。好好好。对。哇哦，很 rich 哦。加水，可以多一点没关系，尽量的来吧。哇，可是你这样搓两下，那味道好香，很香，对不对？就是很经典的味道，都闻到了。然后你的脚呢？我先帮你，我来，我来。打湿，来，有泡泡来喽，来了，来了。哇，超棒，泡泡好像冰淇淋了，好绵密哦。泡泡是会有一点厚实度，它不像奶油哎，就是它不像一般的泡泡，是空的。它感觉每一个泡泡里面都有那个乳霜的保湿成分，对，它就是很扎实的泡，对，它很弹啊，很弹，好可爱，对啊。它这一次新升级的更保湿，它新的成分叫益生元，目的就是让你的皮肤整个生态更平衡、更健康。他们有一个新的呢，叫做锁水配方，就是它洗完之后，你皮肤的整个屏障啊，保湿力又锁在里面，所以就会更水嫩。对，它的 pH 值已经是非常中性的了。好，冲水，你要先自己冲哈。很好冲哎，它就冲掉了。对，你可以不用去碰它，它就自己会冲掉。对啊，你看这样它就冲掉了，有啊，润的了，而且那个光泽度已经出来了，而且直接白一到两阶，洗完比较白哎，有哎，它留的就是它的滑嫩度而已。对，就是这个是，对，这个是真实。现在要再加一个那个，最棒的就是这个冰淇淋磨砂膏，好期待。你知道冰淇淋磨砂膏啊？他们因为在别的国家先上市了嘛，一年可以卖到400多万瓶，那已经很好了。还有两个口味，你们刚刚闻到的是石榴冰淇淋，石榴，石榴的味道。那我现在拿的这一款呢是樱花口味 ，Sakura。我看，好香哦！一秒到日本吗？对，好香哦，这个味道是冰淇淋吗？更是就是樱花，更像哦。去摸摸看那个质地，那个质地也很像冰淇淋。我跟你说，你要不要的？冰淇淋，对，真的很像冰淇淋，对，我摸，它就是很 Q 啊，有没有看到？哎，它的这个质地好舒服哦。颗粒也不一样，哦，磨砂膏不磨哎，而且对它的颗粒好小，好细哦，它都很细。一般我们磨砂膏都是用什么核桃的壳，对，很刺，或者盐巴，对，海盐，因为用那些呢，真的颗粒啊，它会有棱有角。这个颗粒完全每一颗细到吼，它都是圆的，所以它完全不会上浮。然后它的磨砂膏也量身定制，对，你们的 Sakura 跟我现在用的石榴，两个磨砂颗粒大小不一样。真的假的？它这里磨砂这个颗粒比较大，那一个颗粒超级小，超小，所以它很适合，比如说比较敏弱肌呀，或者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呐。然后我们在家里用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子，均匀的画圈圈，画圈圈，它可以很像 ice cream， 对不对？对，它超好冲，所以它。在那个小红书上面呢，爆红，它是爆款，这样就掉了。对啊，你就是这样子。那这可以每天用吗？通常一个礼拜我建议一到两次啦。可是有些人，比如说现在夏天要到了，你都要露出手背啊，露出身体啊，来了，一个礼拜我觉得来个3次都 OK。我连远远看都看出那个细致度，对不对？
好亮，好亮，充满而已哦，好古灵的感觉。对，给我们看一下白天跟黑夜的差别，要加钱解锁会员。哇，真的，两个颜色，好夸张哦！我必须讲，这样很像他擦完那个贵妇乳液之后，这好棒哦，好多，膝盖嫩的嘞，嫩的。而且又哎，好夸张，很平价哦，不到200啊，是不到200，真的很可以，很可以，这个仪式应该很可以吧？对，没错，很好吧。边洗澡边养肤，不仅让身体肌肤可以保湿，还有多种香味可以选，绝对是精致女孩的首选啦。好了，接着下来香喷喷姐姐就会，我喜欢你，看你，你呀，换你啦。你买香喷喷啊，喷喷哦，对呀，这支也是香喷喷的，是的，对呀，我是说你每一次看你吃饭都香喷，香喷喷的，哎，吃面香喷喷，哎，对对对，今天是来吃面吗？啊，不是不是，今天不是来吃，今天来看可爱的东西哦，对，其实你不要看我这样子大辣辣的，嗯，怎么啦？其实我很有那个少女心，有，对对对，而且我很喜欢幼稚的东西，哎，对对对，很喜欢看那种很可爱的东西，哦，比如说我身上穿这一件衣服，它的名字叫做陆心园，陆心园，陆心园，它是有名字的，它叫陆心园，这个是韩国的一个潮牌，哦，那我在什么地方接触到它呢？就有一次我去澳门，那因为我要去买那个蛋挞嘛，啊，就我要走着走着，我就。哇哦，眼睛就被一个地方给吸引去，还鬼跟哦，弄起来呢粉红色的，嗯，然后里面都是可爱可爱的东西，然后我就说，哎，欸，跟我朋友讲说，等一下再买蛋挞，我们先进去里面看什么，然后一看，哇，完了完了，我真的全部打包，很想所有东西都买，包括他的拖鞋，包括他的那个粉刷啊，包括他的睫毛膏，包括他的包包，包括他的衣服，哎，欸，你卖看呢，伊的物件其实是无。我秀，嗯，就觉得这个箱子哦，好可爱哦。它呢，这个一个大概现在台币就要快16000哦，看起来很重哎，哎，不会很重哎，这是这一趟我叫我朋友帮我带的，所以那个连那个都还没有拿起来，明明很重，明明很重，好不好？这空的耶，很重吗？如果里面再加一些。化妆品的话，会很重，手会短。我觉得对啊，它这个应该女生拿会蛮重的。它现在是空的，可是因为你有很多五金啊，它上面这个都是金属，它做工很扎实。其实它应该不是化妆箱，它是一个小小的工具箱，就是说你一天或者是两天哦 ，OK 了，不是这样子吗？忘了带。那你看哦，就算我里面都不装东西。如果我想象走在街上，我会觉得哇，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看着我，有没有？你看，拍穿搭也很搭，是不是？对，蛮真的。然后我可爱本身，你看我连平常这真的是我的包包，好可爱，对啊，配一起，这真的很可爱啊。你看这个裤子，跟他的人，哦，有没有？哦，裤子也是。就算你今天打麻将输了30000，你心情都会好。对，照镜子看到都高兴。真的，你。看到他有什么心情不好的呢？就是爽都来不及。好，再来。我的人生哦，充满了莫名其妙。其实这些东西哦，我都还没有用过，没有开过。譬如说牌子真的很重要，像这种的东西呢，因为就是土，这是大家都应该想不出来，它是土石，就是我们烤完面包之后，面包会软掉，就直接放下之后软掉，它会。一片就是插上去，插土司的，对，大家都可以。然后呢，它要屑屑，它已经有就是做好就是那个盘，可以防止屑屑，对，防止屑屑。就是因为接到你们制作单位的电话，说秋薇姐，你有没有精品啊可爱的？我说哦，那我们去找找看。所以这个是我刚刚都拆封的，那都还是全新的，拆封对，不是，我就经过，我觉得它可爱，我就是要买它。但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要用它。哦，对，都是这样了，先买再说，有一天已经用得到。对啊，那就利用到了。你看，就今天就用到了。对啊，你们没有打电话给我，我还不你还是不知道要用。对，我还一样一样打开看看有什么东西。这次呢？请我朋友帮我买很多，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不知道。我朋友呢，照相片给我看，我说我要买。他说打火机跟香烟，雪茄，锁头。他说你都不知道什么东西，你就要买。我说可是很可爱啊，香水吗？香水是的，这就是香水。对，好可爱。
香水做成香水。那另外一根是什么？它是香水露的哦，随身带的。对，猪品。反正我都还没拿拿出来过，味道你都没有闻过。没有。我朋友就说你莫名其妙，而且我品都不一样，你那边被。要不要现在直接试闻看看？好吗？哎，很好闻呢。今天才知道，今天才知道。你好，我真的是我的如意的味道。我不要，真的，我就是这个东西都还没有打开过。纯粹就是因为它的外形吸引。对，外形。一个小袋子啊。对，因为我朋友去逛街，他走到哪里就拍照说，要不然今天视讯说，哎，这杯宝，哇，别，这杯宝，别，我就这样子。它是女香哎，女香。哦，我闻到，我闻到，闻到甜甜的味道，好甜，好女孩，很女孩，是女孩的味道，对啊 ，OK 啦，可爱，很可爱啦，甜甜的，是不是？那女孩的味道，你说这个为什么不买？这一定要买啊，甜美可爱，管它什么味道，反正就是可爱，就是要买，对不对？还有。有次我朋友他们去逛街，到底交了什么朋友啊？我的朋友真的很白烂，那就是跟朋友去逛街的时候，看朋友买成一团哦。哎，我干嘛我卡地亚要参与啊？你要参与？我被跟他没有，不要啰啰嗦，你们买什么？买什么？他说啊，秀姐你都没有喜欢的，我没感觉，也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一个一礼拜我说你们要走了没啊？人家都要打烊了。后来我想说，好吧，随便买，随便挑一个。小姐，你拿一个这个给我看看好不好？我以为是零钱包，啊 ，Dior 的皮夹，结果它是可以放小皮夹，小皮夹，小皮夹，啊这边又可以放零钱。哎呀，我觉得因为现在大家包包越拿越小，所以呢长皮夹就比较用不到，就要用小皮夹。然后我就说买一个这个好了，好就买了。买完之后呢，那小姐就要去结账包装。包装完，我转过来之后，哎，我又看到这个，我说，哎，小姐，这啥货哈？护照夹，护照夹，哦，对啊，我想说，好吧，啊，我无等下咧出国啊，那买护照夹要做啥？还好，有一天你会出国啊。4月6号我要去日本。哇，太开心了，总算用上。我要谢谢你们节目，如果没有你们节目，我还真不知道忘记忘记买了，赶快对，多买一个，把那个。买到忘记，打开，然后你哎，按照你的个性，4月几号？6号。那我们5号就要通知他，你要带那个 Christian Dior 的护照夹哦。对对对，我都会忘记。但是你要带护照哦，不是只有带那个夹子去哦。是是是，好，这个打开没有护照，可爱，这可爱啦，这个背带哎。对，这个我为什么要买它？你知道，因为放手机啊，放护照啊。对啊，我想说手机放进去里面啊，放一张卡片，护照也可以啊。护照啊，护照好，对对对，啊，重要的东西不离身嘛。对啊，可以用这个丢，然后背起来我就觉得特别可爱，很亮，这个很可爱，配衣好看，这张是整套的，你中美高级耶，很好看，好看，我很喜欢它。多注意哦，对呀，虽然我觉得会去拍里面了，会会会。那这个有一个好处，它也不好拿，它也人家也不好扛，不好扛。朋友去吃饭的时候，说哎我付了，我付了，你就是捞不起来，很久，人家都已经付完了，然后我来了，我来，我来，这一招要学。所以他们也可以这样，对这个包包，包包姐你没办法，你没有办法，包姐的包都很大，就很好捡，都来不及。我的包包的助理在拿，我都还没有说我要付账，他已经先垫了。气死我了！自己出发的助理要好好教育，而且都不怕找不到皮包，因为皮包它那个袋子很大。啊，这一卡我真的是有在用的啦，有有有，对啊，这平常啦，这平常，对啊，都是我的在台北可以用啦，没啦，对对对啊，充电宝啦，真的有，皮夹啦，没啦，眼镜啦，没啦，哇，这么能装哦，能装啊，能装，你还有哦，你还带硬件干嘛？硬件硬件不是啊，这是放款，这是那个啦。哦，什么耳环呐？耳环啊！我会掉，没啦。我想说，通常放这么小小都是别的。其实这颗很能装哎，能装啊，要啦。我也要，这里面到底有什么？能装啊，百宝袋，还有另外一只手机啊，他们两个手机哎，对，一只直播啊，哦，一只看讯息啊。哦，很方便哎，哇塞，呀，就这样子，没了，以上报告完毕。哇，百宝袋。好，这位妈妈也是，我天天看她直播，也是非常精彩。然后呢，她不是很会讲的人，可是呢，你看她介绍东西，就觉得就会买。我买，我买超多她的东西，是不是？来，金老佛爷讲一下，讲一下。好，我就是我的精致生活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我。
做菜给人家吃，然后呢就是觉得回馈就是哇，妈妈你做的菜很好吃，或者是你做的菜真的很棒之类的，就是一些回馈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感到就是生活充满的美丽这样子。因为我其实我是没在做菜的人，3年前的时候、是吗？我以前是没有做菜的人。哦，3年前就是因为台湾的，我们台湾就是生活就是在外食，真的太方便了。哦，也是。我通常都在买来吃比较多，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非常方便的事情就变成不方便了。嗯，就大家一定要自己下厨，或者是要就是干嘛，就自己要处理。是，这时候我就忽然想到，我好想回家吃妈妈的菜，因为我不会做嘛，所以就好想吃妈妈做的菜，就很想吃。然后呢，我就是想一想，哎，我的小孩越来越长大了，然后就是他们都没有吃过你的菜，对，还没哦。有一天他一定会出去外面打拼嘛，就是一定会离开我嘛。那时候他们也希望想到像我这样子，就是哎，回家，我想回家吃妈妈的菜哦。这样子的话，我不需要就是跟他们说，哎，赶快回来，就我不用讲，就是拍一张照片，要不要来？都回来，对，都会来了，对。所以我都会就做完，就是会就跟大家这样子分享。哇哇。做完菜呢？做完菜我觉得还有仪式感哦。对呀，因为仪式感真的很重要。做完菜之后，因为小孩呢，因为他是视觉性的动物，所以变成就是要看到好，觉得有趣，或者是看起来很好吃。小孩吧，我们光看我们也好想吃啊！对，看到这些摆盘，一定要就是很漂亮，就是有一些摆盘，有一些就是吸引孩子的东西。我觉得，因为像这样子，就是好不好吃，都是要从就是视觉性开始。明白。视觉性呢，我的疗愈就是买一些这些很可爱的玩具。哦。譬如说盘子真的很重要。像这种的东西呢，哇，因为就是土，这是。大家都应该想不出来，它是吐司，就是我们烤完面包之后，面包会软掉，就直接放下去之后软掉，它会一片就是插上去，是插吐司的，对，它就不会软掉，就是以后再去烤，要不要再去？这个露营蛮适合的。然后呢，搭对可以，然后呢，它要屑屑，它已经有就是做好就是那个盘，可以防止屑屑，对，防止屑屑，就是觉得哎出来这样子出来，只是光吐司哦，就觉得哇好疗愈，对，哎。可是我觉得这个如果啊，你穿礼服啊，也可以当手镯哎，太像了啦，好好看哦，很好看耶，你真的很棒，一般人不行，这个真的可以合理耶，很好看，家里一个 party 嘛，对不对？后面有镜子，对耶，可以，可以补妆，后面镜子可以补妆，有镜子，有镜子，把你看到讨厌的可以把它反射回去，好呀。错耶！对对对，谢谢，好用的，百搭。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跟小孩一起吃下午茶哦，那种东西呢，这个是可以放马卡龙，就是一点，好像是一个篮子，真的很好看。小饼干，对，小饼干，然后小篮子，像这样子，就是出来就觉得哇，好好玩。对，然后就是这个呢，就是小一点一点的盘子，就是哇，巧克力也好，或者是马卡龙也好，可以小小的，多的有趣多了。对，这个是你们女生看得懂的，对，就是觉得。哎，光看就是摆下来，就是出来也是觉得哇，就是整个就是会就很而且它是银做的吗？如果是银做的话，还可以验验看东西有没有毒啊。我没有那么多钱，它不是，它不是，它是就是不锈钢，不锈钢。对，然后像这种是好像是你知道吗？就是叶子的，就是那个盘子，就是可以放一些，就是不管怎么样放上去就泡菜漂亮，泡菜长好了就是直接放，放上去就觉得很好。吃对，然后我也好喜欢像这种，就是高高低低的，就是这个也是个盘，烛台吗？是一个木饲料碗。哦，小可以，可是也我就是不行，那个会弄倒会破。我就是小菜了，就是因为哦小菜小钱，对对对，因为整个就盘子就我们就餐桌喝高粱平平的，就是高粱太有趣了，就是高高低低，然后茅台会摆下来就很可爱，然后。如果我就吃今天吃冰淇淋了，或者是一个人，可以装布丁，对，甜点，然后一个漂亮的汤匙就是放上去，就觉得哎，哇，好有仪式感，很漂亮，很好吃的感觉。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因为就是我每次就是小孩就是。我小孩上课就回来，我一定要不然呢，你家不要回来。
后这些都是我在日本买的。好美啊！哦，要美哈。对，要冲去哪？对啊，而且他哪里啊？打针那一晚要打针。你知道去哪里？就是可能平常跟朋友出去吃饭就。去吃饭。对呀，去日本啊。我就很开心，就跟他们一起吃饭。但是妈妈每一天都三餐吃，这样子照吃的话，会就是会太开心了，就是会身体会就是越来越就是这样子，就完全是回不来了。小孩不管了也要帮忙。对对对对，真的。而且小孩面前，爸爸妈妈一定要就是要陪着一起吃饭。对，不是说妈妈现在是就是哦那个管理身材没有办法吃哦，不可以这样讲，所以一定要跟他们一起吃。那难道其他家没有要吃吗？那种。我要怎么如何管理好自己？真的啦，因为很多妈妈都，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嘛，她要做示范，要跟小孩说，我们都要把东西吃完哦，所以妈妈都吃好多，对，然后小孩没吃完的也把它吃掉，老公没吃掉也把它吃掉，全部都装进去，这是妈妈的困扰。然后还有很多女生，可能因为现在大家作息的关系，然后可能上班很忙，然后回去。现在你知道大部分人其实是没有下班时间的哦，现在大家都没有下班时间，你都是有点责任制的感觉。对对，所以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的女生，她的晚餐越吃越晚，不是因为她想要追求发餐的感觉，是因为她真的可能八点才下班，九点才下班，其实很晚了。然后早上呢，哎，来不及吃早餐就去办公室。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方法。我今天要介绍这个窈窕饮，超好喝，然后超方便。第一，它会有饱足感，不会让你的这个在饮食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负担。然后再来就是很多女生因为怎么了？怕身材走样，大家敏感对不？只有你不怕，对不对？哎，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不怕吃，你就要跟我一样喝这个。好哎，耶。就是它这个窈窕饮，第一个呢，你看它的包装很简单，其实它就是个开口，对不对？对啊。然后它里面呢，其实是那个 Oreo 口味的那种饼干的感觉。哦，它这边就有 Oreo。对对对对。然后你可以加牛奶，直接加进去。要加多少？它其实后面有这个刻度，你可以选。它有两个浓度，你可以自己选。哦，一个比较浓的，一个对对对对对对。但最重要的是，加咖啡可以吗？可。我跟你讲，我就是加咖啡，超好喝，真的假的？因为它里面的呢是个这个阿拉伯糖，所以它能够减糖。再来呢，就是它里面呢有可可多酚，可可多酚大家都知道，它可以燃烧我们。再来呢，它里面有三种很好的菌，可以帮助我们，比如说女生最在意的就是的问题，没办法好好的解放。对，它里面有三种不同的好菌，可以让我们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然后你们在你们手边都是我刚亲手为你们泡好的。那什么意思？来，我教大家怎么用。好啊，怎么用哈？来，第一个你打开来，就是巧克力牛奶不是吗？味道，拿去沾牛奶，开来，然后你要先把里面的粉往下，我走，让它跑到，对，然后跑到下面去，然后接着下来，我先用正常一般大家的喝法，就是加牛奶。那我刚刚不是说后面有刻度吗？你自己去决定一下，你就加牛奶。老师，温的牛奶可以吗？冰的是最好的，或者是常温。常温可以，对，好，然后你就再把它转紧，哎，转紧很重要哦，你一定要转紧，因为要 shake 嘛，因为我们待会就要开始这样子了，对，要摇多久？哎，其实摇一下下就好，它只是让它均匀而已，让里面的那个饼干粉可以能够更均匀，然后接下来你就直接打开来喝，这一包连我这么爱吃的人。一包我就已经觉得蛮饱的，有哎，我喝光了，我现在喝饱了，对，喝光了，不由自主。所以就是比如说早上你赶着出门，你就这样子一包放在包包里，到了办公室你再加牛奶下去喝，我觉得它的饱足感很够。就当早餐。然后你下午嘴馋嘛，女生我知道你可能在一包上班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你可能整个火都上来，需要一些甜甜的东西，然后也可以降低你的心里的怒火，有没有？对，然后下午茶你也可以。对不对？对。然后我刚刚讲加牛奶是一般的喝法，我自己呢就是会加黑咖啡。哦，对啊，黑咖啡它的味道就像摩卡咖啡。对。但是是你去连锁咖啡厅，你就跟他说哦，我要摩卡咖啡，压一下糖浆就好。的那种感觉，因为一般的连锁咖啡的糖浆是四下，它大概只有一下的甜度，真的很好喝，我一定要调一杯给你们喝。可以喝两包吗？一天可以几包？
其实没有限制，基本上没有限制，因为我们食量很大。本人不就是食量很大的代表？对，有。我真的就是一包，我其实一包我就好饱哎。真的吗？有哎，我现在好饱哎，一包就好饱。我怎么上一包好饱？我喝到一半，我已经觉得有饱足感。有有有。我怎么越喝越饿？对，我喝越喝越开胃。可以再给我一包吗？没有没有没有。你是想？我觉得是，我觉得可能是男生对于甜味的那个感觉，所以我弄咖啡的给你们喝。哦，我也有喝这个，然后里面有就是一些燕窝酸，所以就是它还会就帮助我自己的肌肤，还有顺畅代谢。真的，来，然后运动的人可以带带一个茶叶蛋，不用摇吗？我摇过了，我摇过了。挑战你的咖啡。这有咖啡香吗？有，当然啦、啊。哦，我比较喜欢、这个。哦，真的，对不对？哦、大人的味道。是不是很不是因为它因为巧，其实巧克力跟咖啡真的是很配的。对啊，而且那个味道是完全是不会觉得你很、哦、觉得很奇怪的。哦，超好喝。它有大大一点的吗？没有啦，就这样子大小。然后还要减肥。我觉得最棒的是啊，你们刚在喝的过程中，有没有吃到那个碎片？有。你不觉得有吃到碎片，你就觉得很兴奋，加分加分，有一种觉得很甜甜的感觉。因为很多那种喝的，你就是喝完想说孤单啊，真的。所以我真的很推荐大家，你一般加牛奶是最好喝。然后我后来试了加咖啡，我是喝咖啡的人，我觉得更好。老师，那可以加豆浆吗？也可以，还有燕麦奶，燕麦奶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对，只是因为我本人对燕麦奶就比较。这样，所以我就比较无感。这样加咖啡很棒哎。对呀、啊，有些人对牛奶过敏的话，就是真的。而且咖啡你要加黑咖啡哦，不要加拿铁哦。明白，太白而过敏。对 ，OK， 耶、yeah, ，谢谢老师。接着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可爱的演员。哇，哇，很辣的演员。对，我们看这个牌子，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进化我没想到，进化一下，这个进化有进化，这个你会冷，这个很香，对，这个我刚闻过，超香的，好闻嘞，好闻，好闻，好闻哦，对不起，对，但是好香，真的，哇，好香哦，这个有点窝里活佛的味道，对，超香的，比较稳定一点。虽然我还没有生小孩，但我还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仪式感，因为有些女生就是平常会想要穿很舒服的衣服出去，但我不一样，我就是会想要穿这种很不舒服的衣服，对，就是可能很贴，会塑身，就是像这样很多钻的，然后这些都是我在日本买的，哦，然后国力款，因为我其实真的很讲究仪式感，我是一天要泡澡泡两三次以上，啊，泡澡做完之后会皱皱的，一天泡澡会皱吗？我都不会，又越泡越嫩哎，真的，真的很滑，不是，等，也许他你是因为工作关系要不停的。泡澡，清洗呀、啊！是什么工作？还要按摩，我好奇哦。还要去按摩，水泥呀、啊，那工地呀、啊，你们在想什么？会有灰尘？没有，是我有时候在家里，然后一整天放假，然后无聊，起床会泡一次，然后中午可能吃完饭休息一下，无聊，就会想要又来泡一次，无聊。对，我就是这么无聊，很想泡。然后给大家看第二件。这个超美的，哇！好要美哦，这要穿去哪？对啊，而且它哪里啊？打整那一碗要打整，你知道去哪里？就是可能平常跟朋友出去吃饭就吃饭，出去吃饭，仪式感呐。哎，那你朋友仪式感？男生朋友还是女生朋友？朋友会。拖鞋，就是一般的洋装，不会是这么华丽的。然后这些其实我会买的原因，是因为我去日本的时候看到他门口贴着山上优雅的照片。山上优雅，对，山优雅。然后我就进去逛一逛，山上优雅。那我就觉得他长得很甜很可爱，然后我就进去买。然后一件要差不多七八千块，我觉得很贵，对。所以我。所以我今天就带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你买来有穿过吗？对啊，其实没有哎。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平常就是出去出门的时候会穿的。哇！哎，为什么你穿起来？穿起来很合理耶。不会啊，这是你刚才秀的蛮合理的衣服吗？都就是类似，不是啦，都不是。我帮你拿了一张照片，然后里面都不是。对，因为没有半件是他的意思是，那四件是他刚买。新的，因为它很贵，然后我就没有还没有穿到。你会换一套给我们看？对啊，哎呦，有，后面后面优雅同款给我们看。没有，等一下，想看这个？你不要急，老师太着急了。不要急，等一下，不要后面的，后面要换了。我现在这件就是啊，因为它这个你看很薄。哇，遮住我！不是，哇，这件就很。
很夸张的。哇，你这样好像很不好意思。这是什么窗帘的装置？比较夸张，因为夸张。没有，妹妹啊，你的里面是馒头吗？不是，因为它这件就是很好棒哦，就是这件这些效果。蝴蝶结遮住。不是，因为它刚好掉下来，刚好就在遮到这。哇塞，有太难了。蝴蝶结拉开会打到麦。对，所以其实这件就是很厉害。我告诉你，你这件一直打到麦。导播也不会怎样，不会怎样，导播举牌 ，Audio 上也不会怎样，请打，请打。你要挑战导播的极限。哦，我要看他挂哇哇那套，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其实外表很重要，但是内在你刚买的内在美妆，就平常会穿的，这都穿过。对，这些都是穿过的。平常穿这个，啊，如果跟男朋友在一起要穿什么？就不要穿了。如果是跟男朋友的话，会给他选啊，就说你。哇，还会选？还会选？好人，男朋友很幸福。你男朋友也穿这个？情侣装。哦，哇哦。像我自己就是有时候也喜欢可爱的内裤，所以我自己在家可能100多件内裤，哎，哇，就我内裤收集品。100，你是不洗的？你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会一直买，会洗啊。你有在卖吗？会丢。丢掉不会卖，不会卖，很贵，每个月就换一次。你是把它抛弃？对呀，对呀，对呀，对对对。老王刚刚就问啦，老王就说。你这个是都穿过的吗？对，都穿过。伟哥要出嫁了，你要看一下。我觉得当你男朋友后，寿命都不长。是都穿过的，哇，这个会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是点点的，哇，点点，对，哎，爱心啊，爱心，爱心款，然后它其实。对，然后我觉得蛮可爱的，因为它就是你穿内在的时候就是很可爱，心情会很好。嗯，就是内在是可爱吗？穿在身上，如果你心情不好，你就这样子。是可爱。密牌，密牌一下，掉下来了。然后这个后面的是白色的，然后这些其实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它没有垫子，所以它穿起来很舒服。对啊，对对对，就是蛮就会比较容易积凸吗？其实是会积，不要冬天穿嘛。我们少伟哥有话说。老王，老王有话说。我们少伟哥有话说。老王来，你还好吗？你说他说不会积凸啦。活的吗？昏了。我说那个不穿垫子是确定这样穿出来是可以。真的可以，可以。因为他就是故意，你这个他不信，他不信，对，他不信啊。从房间出来，不是从大门口啦，是家里面房间。对，因为我是在家里的时候会这样穿，这些都是我家居家服，对。居家服，一个人住吗？居家服，请问一下，你平常会叫外送吗？少伟，他可能会有，我会叫。你如果穿这样叫外送，那外送会很送哦。哇，这也是透明，对，因为它就是透明的，很像发饰的，可它穿起来就是会非常舒服，舒服。就是很自然，这套在家里都是单穿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外面再套一个大学。听不懂哎，我听不懂。你在哪边？他们想要大学梯，不用了，就这样就好了。因为我其实有跟一个室友女生一起住，我这样子她会吓到嘛。哦。对，所以我可能是在床上睡觉才会脱掉。哦。对。你叫她搬出去啊！为了要搬出去啊，找一些地方不会吓到的。我们都知道。找你，你会吓到吗？这种还会帮你选哦。对呀，我会开，我会开心到吓到。这也是就是没有遇到的。哇哇，对，都是全套的，对。可是就是仪式感啊，就是你内在就是仪式感。你们有比较喜欢哪一件吗？这个你每一件都喜欢，每一件你都试穿吗？你会穿吗？可以啊，最后这一件可以啊。哇，这件可以啊，我是这件。辣呢？这是穿怎样的哈？妹妹，这是舒服的。这个，你先去换，你先去换，快点。妹妹，你换下去好不好？就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这个就比较不会有积凸的问题。播到十一点。OK， 为了你，然后播到十一点。你现在在我们我们这段做女大特辑，因为它这件很漂亮，有蕾丝在。对呀。而且你那一套讲真的是所有里面最有气质。真的，真的，真的啊！演员的眼睛发光。不然这集播出的时候，演员你穿这个自拍 tag 女人我最大的 IG， 然后我们可以转发。哦，好好好，好，你们好，一手图片，一手图片，好，哦，这是我平常的仪式感，仪式感，厉害，完美，哇塞。
时间到了吧，龟龟应该火果应该可以不用讲了，又来又来，我觉得我们心里应该都在那个，对啊，他上次来还对，我知道上次来我的讲是豆豆没讲，豆豆没讲，一人轮一次，我知道果果要怎么样，你知道吗？我快一点啦，会啦，拼了拼了，好啦，我们那个当然是就是。看得很香，但就回到一样，因为我也是很重视香氛的人。但是我刚才其实我是蛮喜欢，就是男生很喜欢的那种味道。因为像女生的味道，有时候我会闻到，有时候会可能比较小小的腻，因为可能偏果香啊，比较甜的。然后我自己有一系列是很喜欢，就是比较佛系香。我不知道，木调，对，木质调的，然后而且它配起来其实是男生，就是你经过的时候，男生女生其实都会觉得很香的那种味道。对，我们真的需要一些木质调的香来，不然我们是情绪很难，熏陶，需要佛系一下。然后呢，一闻到就哦，我们懂，我们懂。真的，你真的可以闻闻看这个牌子，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你干嘛闻？净化我们一下，净化一下。还是这个，这个你会冷静，这个很香，这个我刚闻过，超香的，好闻呢。好香，好闻哦！对，好像这个，哇，好香哦！这个有点窝里头的味道，对，超香的，比较平，比较稳定一点。哦，这好香哦！这个也很会让人家很平静，真的很平静，真的真的很平静，有一种打坐的感觉，就从那边。这个很适合做瑜伽，哎，就是是一种很舒服的味道，因为像我很喜欢那种比较有木质调香味的，我会觉得感觉喷起来比较容易不会腻。然后我就一整套是包含，因为这家它是哇是多管的哦。哦，那这个是沐浴油啦，因为我就是很喜欢他们味道，是连沐浴油到那个精油到护手霜都是他们家的，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名称就是法文的实验室的意思，然后他们的那个门市也是做的很可爱，因为他就是想要主打说不会过于华丽，就是真的实验室每个人调出来有自己的香味这样。哎，它的罐子上面很可爱，它就是因为它是有等于是可以客制化。你可能选香水，你可以送人，上面它可以直接帮你印字，每一罐都可以，然后会有字，会有那味道呢，也是特，也可以客制化。味道有好像有一些地方是可以，但目前国外可以，可是台湾目前是已经有调好哦，但就很香。然后它的沐浴油，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我也是香味很重要的这种，但是我会比较懒的，可能真的擦这么多层，所以我就是让我生活对生活周遭可能沐浴乳啊，或者护手霜，或者是像这种，就是现在很对啊，容纳灯，容纳灯好好用，那比较安全。如果家里有小孩或宠物，而且真的很省气氛，对，好，谢谢你哦。好的，今天大家呢，还有演员的性感睡衣，还有老师介绍的商品，所有详细资料，请追踪女人我最大爱心哈。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谢谢，再见。